第四题，在图一的电路加装丙灯泡，结果如图二所示，则通电后会使甲乙两灯泡的亮度减弱。我们从图上看出来，加端丙灯泡之后，甲乙两端的电压仍然是电池电压总电压，那么甲乙的电阻没有变，两端的电压没有变，所以通过电流也不会改变，所以通通没有改变，它们的亮度还是跟维持跟原来一样，所以他说甲乙两灯泡的亮度会减弱是错的，所以这题呢，我们打叉，它是错误的。